干嘛叫？我们来玩一个超偶真心话大冒险。参加者，你在害羞个屁啊！你就同性恋而已，你不要听脏话。二十九，耶！小小粉。害羞，一直看麦。好来，李冠生，干嘛啦？李冠生，你在干嘛？对吧？没干。马美问呢、欸。那我们观众应该最想知道 你喜欢是谁？我喜欢许慧欣的。你少在那边喜欢许慧欣，我最爱许慧欣的。换你了，你到底喜欢谁？好、啊，纯真，谢纯真，大家对。谢纯真，哇，是不是？你到底喜欢谁？你想，你要从台南跟台北两地往返。谢纯真，谢纯真什么感觉？等于他缺号去美国了，然后。他说他去两个月嘛，那我等他。他说他去两个月嘛，那我等他。他说他去两个月嘛，那我等他。你爱不爱他？你想不想跟他交往？你是不是想娶他？买了啦，机票买了啦。男未婚女未嫁。对，好，剩下你了。我没有喜欢的人。杨武，不要我，不要我。杨涵，认错了。你们喜欢的人？我不是公差，我是公差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我没有喜欢的人啊。谁都喜欢，好不好？没有谁都喜欢。不管你喜欢谁，我也喜欢。你手机铃声，李玟也爱，黄晨也爱，我也爱，他也爱，他也爱。对啊，他也爱，我也爱。对啊，那个一打也爱，一打，谁都爱。同性恋界的是甜心哥，你自己找一下自己。同性恋名就是你，我不是甜心哥，甜心哥，我不是同性恋，我最喜欢的人在这里。噔噔噔噔噔。其实他很不想入境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算了。你说杜佳琴像谁 ？Angelababy 啊。为什么你喜欢他、啊？没有，我只觉得很像。所以你讨厌杜佳琴？我没有讨厌他，我只是 Vicky 是你的 baby。你说杜佳琴是你的 baby？ 我这样讲，我这样讲，我只是说很像 baby。哈哈哈哈哈 ！baby， 快点，杜佳琴是你的 baby。杜佳琴 baby。所以你鼻子抽，所以你可以注明啊，注明。电话遮起来，我的大冒险第一个哦，刘云珍，我敢闹啊！我靠！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妈的，你就说你在干嘛这样子？不要！哎，他现在手足无措了，害羞。嗨 ，Hello。好想你哦，你在干嘛？我每个人都哈喽一下。我在冒险找你，每个都很想。没有，我只想你而已，我只想你而已。好，我们要问重点哦。我问你哦，你觉得李冠生这个人怎么样？李冠生？对啊。好啊。你觉得李冠生这个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很好奇，就是大家在讨论大家对李冠生的看法，因为他太红了最近。所以他就只是一个不错的人而已。那他是可以当他是可以当另外一半的好人吗？所以是可以相处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恭喜你们成功过关！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吃晚餐了，拜拜。我们要吃晚餐了，我们现在给你讲。可以相处了，不错啦，恭喜，不错了，比个胜利的姿势，好啊 ，yes， 对，对啊，赛后感言，赛后感言，赛后感言，特写过关了，特写，你过关，这是幕后哎，好，你应该是很开心，喜，那个成语叫怎么来，怎么讲来的？喜出望外，喜上眉梢，什么喜极而泣是不是？他没有哭，他没有哭啊，你是现在有点开心，你老实说，所以你不喜欢他，特写，你说他打乱我原本的计划。你要节目上告白吗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没有计划，骗人！我在打乱我节奏，我在有节奏的。恭喜过关，欢迎下一位。